首先给大家看一封我们公司的邮件，内部的邮件啊。来，大家看，这是咱们齐老师、齐小辉老师发给我的哈。来，大家看一下，关于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和大家去讲什么内容呢？讲外链这一块了。上午和大家去讲过 SU 的精髓是什么呀？内容为王，外链什么呀？为皇。大家知道传世播客，咱们官网，别看那网站做的那么烂，但是它的 SU 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很多这个词都能排在前面。那么功不可没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前面我已经透露过，就是因为它的什么呀？这个外链还是很牛逼的哈，做的。然后当然它的网站的内容啊，包括的就是论坛啊，包括它的布局，这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去讲，为什么传世播客的网站能排在搜索引擎的前面，而且能保持那么长久？那么其实外链它是功不可没的。哎，为什么给大家去看这封邮件呢？来，大家看一下哈。大家可以看的，注意一下这时间是多长时间呀？12年。一二年的时间啊。那么一二年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传世播客的 SEO 效果其实还没有那么明显，并不是搜索所有的什么 Java 培训、IO 培训，然后这些咱们有排名哈。那当时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邮件的内部内容哈，这是齐老师给工作要求啊，工作要求时间上啊定的一个时间，那么负责人相当于一个人员分配啊，工作内容来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工作内容。让做什么呀？看第一个，每天啊，每个工作日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负责 Java 学科啊，各负责4个核心的关键词的一个外链制作。为什么这么做呀？而且做完之后确实达到了一个效果，而且一直延迟到现在。其实同行想去超过咱们很难去超越啊。OK，看下面啊，还得苛刻，大家看这封邮件苛不苛刻呀？看啊。每回要必须发5个不通的 IT 相关网站啊，每日制作个数看看20个哈，试行3天，如果有问题再去联系。然后下面这些个啊，一些要求，工作要求大家可以看到哈，工作要求。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呀？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这有问题，还要予以惩罚啊，非常严格的哈。然后计算包括这什么呀？虽然钱不多，但是的话，这是有硬性的一些什么呀？就是一些管理上的哈措施。分配，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你现在搜这些词，你看吧，全是播客的这些词肯定是排到什么呀？排到前面的，那就跟你一二年这封邮件，金老师的一个工作安排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哈。这里面是有几封的，我看看啊，我当时搜的是2012，看这个后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金老师又重新发了一封邮件，因为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又重新做了一下，然后指定一下相关的一些博客，啊，还有一封里边这个。有发相关的文档啊，再去重申强调它的一个啊，看这个，你要如果大家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看到后边那块儿啊，是不是是吧？你会看到是，其实实际上以后的时候，大家的时候，你们主管可能会给你们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安排，那时候你是做呢还是不做呢？硬着头皮你得必须要做的，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做的，因为做了之后才会出现结果。现在咱练习的过程中，你不做的话，可能。你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哈？那实际上工作的时候，只有做了才会出结果。我为什么给大家把这邮件拿出来啊？也是当时跟齐老师要过来的哈。我说这个的话，让大家重视一下。其实外链这块儿的话，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的，容易做吗？大家现在你们自己的网站都做，这在做是不是？好，你去跟别人进行交换的时候，比如说咱去交换吧，对不对？谁愿意会跟大家去跟咱们去进行交换吗？为什么不愿意啊？你网站做的不好是不是？我跟你交换我没什么好处，对不对？别人不愿意跟咱们交换，那这时候你大家想想，我必须先慢慢的去什么呀？哎，我这网站有点流量了，有点名气，别人才愿意跟我交换。只要这样交换之后，哎，大家都有好处，然后再慢慢进行提升。就是前期做这个是很头疼的，是很不容易做的，很不容易做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就看一下啊，那么具体外链这块儿，先和大家先把基础性的东西先和大家过一遍哈，外链的建设的一些方法和策略，这里面。这个大纲大家看一下，分为3点，外链优化的一些基础，包括让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友情连接、链轮和黑链。友情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链轮这块作为了解，因为现在百度的一个算法的话，对链轮这块打压还是蛮大的。但是你要清楚，有这么一个链轮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黑链。什么叫黑链呀？大家认识一下这种链接，咱们不要去做，做了之后是有危险性的。包括外链的增加方法和评测，这个外链的一个评估，这个要了解一下哈。
可能大家去看听老师讲完课啊，这东西不难，但是是不难，但是做起来之后特别费时间和精力的哈。来，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微量计算基础，因为有部分学员还是这个可能这个概念上还是头脑中不是特别什么哈。来看一下，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外部连接、单向连接、双向连接和交叉连接。先看第一个外部连接，那它的概念，外部连接从字面上大家可以知道，它是外部的一个连接，就是外面的别人的网站连什么呀？连咱们的，对不对？那它还叫什么呀？还叫反向连接，也叫什么呀？导入，导入对应着什么呀？导出，导入，想一下，导入就别人的网站导到我这叫导入，是不是？那我给别人连个网站叫什么呀？导出，哎，导出，那都是一个意思。外部连接它叫反向连接，包括导入连接，包括我们在这个 SU TensorZ 这个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哈，SU 这个。来，再看一下传真播课的哈。OK，来大家看一下这块儿啊 看到这有一个反链数，看到了吗？154，其实是这么多吗？不是的，啊，这个肯定是少的，其实比这个多的多。那么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考同行他是怎么做的外链，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去做外链呀，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咱点一下看一下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点一下查询。那么传真播客是不是这些平台有相应的一个链接啊？连到传真播客的，是不是？那么如果我和传真播客是，它是我这个标杆，我想去做传真播客那种，我跟他做的性质一样，我是不是可以去看参考他的啊？我也是到这里面，我也想办法去弄到我这个链接，是不是？其实大家回头的时候，哎，要学灵活一点。那么不知道自己，哎，我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外链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你要是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先看他怎么去搞的。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做一个老师这个网站。想做一个关于网络教育嘛，SEM 培训的一个网站，大家先看我，都在哪块整外链的，是不是？然后我在哪整，你也在哪整，是不是可以啊？哎，这样的，我在哪交换，你也在哪想办法跟人去交换，对不对？OK，是这样的，慢慢做起来哈。来这块的话，就有一个反链数，还有个出站连接，还有站内连接，这是站内连接。出连接是什么呀？从我的网站导出去的，是不是？导出去的，好，这就是这个连接这块哈，连接这块，然后。咱们可以，刚才我点过去了哈，来大家看一下啊，这有一个反链数，反链数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哈，反链数啊，以及按权重按 PR 值反链数，还有那个 no follow，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什么叫 no follow 哈，先有个认识就行，就是外链它也叫反向，也叫导入哈，它包括单向和双向的，包括有些连接，看它的定义哈，外链全部称之为外部连接，是指网页中的字什么呀，字串或者图像连接某一个页面，来给大家看例子哈。OK，网站 A 连接 A 指的网站 A，这叫什么呀？内部连接是不是啊？上回也跟大家讲，那么外部连接就是什么呀？别人的网站 B 连到我们的网站什么呀？A 它通过连接 B，哎，这叫外部连接，是不同网站之间的，这是这很容易理解哈。OK，比如说大家看全程播客的友情连接，上面是什么呀？图片的，是不是？OK，下面是文字的，大家想想这两种连接方式哪种好？猜一猜。图片是吧？有没有不同看法的？文字，对，为什么是文字啊？我说过内链的时候，描文本连接是不是很好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哈，就是纯文，因为搜索引擎喜欢什么呀？喜欢文字，那你描文本这种链接的形容，它就是比较喜欢的，就是文字性的连接要好什么呀？要比图片这个连接要好一点。你图片直指这个连接，图片上的文字，如果你要加什么呀，alt 可能会好，如果没加情况下，其实它没有什么呀，咱们文字的连接要好一点，记住哈。纯文本的连接要好一点，上面的话当然也有链接，它分两种形式，一个是图片的啊，一个是文字的。看传真播课的，这是什么呀？CSDN 黑马是不是？因为它有这种资源，它可以互相连，是不是？黑马是不是我们的？是什么呀？CSDN 是不是跟我们合作的呀？大家可能不清楚啊，是啊是哈、啊。下面就是一些外链哈、啊，就是跟别人交换。为什么这块放一个友情连接 QQ 啊？交换的，哎，对，交换的时候别人可以连到我的 QQ，像我那以前也放了，后来我给删掉了，因为我不允许公开哈。建议大家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咱们自己网站的时候哈，在这个地方底部加写上友情连接交换的时候，前面加上咱们自己的什么呀？QQ 号，哎，QQ 号，这样别人可以去和我们进行交换哈，啊，可以进行交换。啊，过来哈，给大家看一下，OK，那比如说咱们传真播客的啊，黑马的。啊，直接点一下就连过去了。当然，黑马也有个传真播客的一个连接哈。基本形态来看一下，分为什么呀？
文字的哈这种关键词的连接，关键词的连接，来看一下全日不可 IT 培训，PHP 啊，学科的哈，Adikata 点心啊，它一个连过来的，这块儿看到了 PHP 是不是？这是别的网站的，知道吧？哦，这是我给大家截的图，是别的网站的哈，然后互相连，这么看啊，这样截图不太好，复制一下哈，来看一下，啊，全日不可这也太慢了，看我这个吧，OK，来看下面这些连接，然后比如说哪个网站呢？比如说这个，我点进去，大家想这里面是不是它应该用我的连接？看有没有啊？这个看到了吧？我点进去是什么网站？是不是我的呀？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它这站哎连我的，然后我这块也得是什么呀？哎，也要去连它的，是这种的。那么全日不可这也是一样的，来大家看底部这块哈。那么我比如在职研究生，但是这个网速有点慢哈，是一样的哈。而你偷摸的把这个取消了，可不可以啊？偷着给取消了，是不是？行，但是人别人发现了之后，然后什么呀？肯定再也不会和你交换了，是不是？你人品咋那么差呢？是不是？啊？OK 啊，这网太慢了哈。你比如说在职研究生的，好着哈，哎呀，太慢了哈，他这肯定是交换的哈。在职研究生是没有连接吗？有哈，看这个哈，那这个平台应该是权重什么也比较大的，找找看有没有咱全日不可的哈，找找有没有。这个就是吧，全日不可 IT 培训，它连的就是咱们的官网，是不是？看这底下这块儿啊，这块儿是不是？哎，连咱们全日不可，这就是友情连接交换的这种的哈。我们大家回头做的时候，尽量用文字，啊，记住尽量用文字。如果你是想用这种美观的，像全日不可这种的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我跟大家说过，文字要好于什么呀？图片的哈，好于图片的。好，那这块儿它的意义简单过一下，可以增加网站的权重啊，肯定的哈。你别人连我的话。然后在这里面是有个数量限制的，大家想想，如果一个网站哈，我跟别人交换的时候，它只有比如说三四个这种连的话，其中就有一个是我，是不是对我好一点？如果要它是30个甚至60个，然后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大家想想，对我的这个加分的时候，它就会变什么呀？哎，加分的这个分值就会变成小了，它具体是有个算法的。这个就是别人就是连咱们或者咱们连别人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我这站。这个站我现在目前是有几个呀？大概十多个，反正是在20以内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跟别人连的时候，我对别人的加分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高一点。如果这里我整了50个，大家想想，给别人的这种权重的去转移他的时候，权重加分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少了？是的啊，就会少了。所以说我们在跟别人交换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数量。然后如果别人的这个数量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就不要跟他进行交换，因为对咱们的这个好处可以说微乎其微，就是特别特别少了。你就是干帮人忙，别人不帮咱们了，这个意思明白这意思吧？注意一下他这个数量哈。好，这是他一个提高关键词的一个排名啊，提高他一个排名，这不用说了哈，提高网站流量。OK，提升网站 PR 值作用哈，网站 A、B 给他做个连接，那么 A 就给 B 网站投票了，可以提升网站的一个就是权重和 PR 值哈。那么外链作用1、2、3指的网站 A，那么提升网站的权重。那么搜索引擎看到网站 A，它的外链很多，比如说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网站，或者传真博客的网站，哎，有很多的外链都连这块的，它认为这个网站是什么呀？哎，很重要的啊，因为这里面是零，现在大家的网站肯定是零，是不是？那么蜘蛛过来之后一查，哎，没有外链，它会给咱们很高的一个评分吗？不会，这所以说为什么说外链为皇？我第一天给大家去讲的时候提到这个外链，就像说小明那个例子似的哈，不是班长啊，我想知道谁学习这种客户，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好，那么外链的作用提升网站流量也是，形容一下哈，网站 A 外链，那么用户通过点击 A 上面的一个外链，然后到 B 上，是不是网站 B 会增加一个流量呀？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流量是会这个什么呀？可能会少，因为我们不会轻易的是通过底部那友情连接然后过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会有的，有，但是相对来说什么呀？少，但是它会过去的哈，会有部分的流量友情连接。那么外链带来流量，首先页面提高权重才可以。那么这里面给大家介绍这个三点哈，第一个就是咱们百度产品系的，百度产品系的，百度知道、百度文库等等的，大家知道百度贴吧可不可以做呀？百度贴吧可以做，但是现在基本上做不上去了。你发发试试大家哈。
你在贴吧里发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文字，然后附上一个网址，基本上就会给你拉到什么呀？拉到这种广告，然后拉到黑名单区，你发不上去的，发就删，发就删，可以试一下哈，因为现在不好发了。但是有没有发过的这种可能性啊？有，你会看，哎，别人为什么还有人发过的呢？可以上传真播客的这个贴吧里去看啊，有咱们传真播客里面就有传真播客官网的一个什么呀？哎，这种连接啊，大家想想为什么说我给把百度的拿到第一个了？因为百度对自己的产品是不是它要额外照顾一下？大家平时在搜东西的时候会发现哈，百度的百科呀、百度的知道呀，甚至什么呀，百度的文库会经常排在前面，是不是？它自己的东西它要额外照顾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搜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第一页、第二页基本上全都是百度的东西为主。就比如说来，大家看，我看我这个做这网站的时候，大家搜一下，包括你们自己哈，百度的东西肯定靠的，就是他自己，是不是百科？是不是？这是他的教育，是不是？文库是不是？他都是往前靠的，他肯定是他额外照顾的，额外照顾。下面那块儿，这底下又出来文库，看第二页，文库是不是文库的？是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哈。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肯定要是额外照顾一下。那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拿到第一个跟大家去讲呢？也就是说，百度自身，哎呀，错了哈，这块儿，就是如果我们在百度里面搞一个外链，那是很不错的。因为什么呀？哎，对，不光是流量大，另外他给咱们什么呀？这个哎加分高，因为百度自己的产品他自己额外照顾，但是这里面很有难度。告诉大家这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呀？我比如说现在说，我说百度贴吧、百度知道、百度文库，然后都你去搞吧。我现在给你们这个任务，让你去做，你们就会很强的一个挫败感，发就删，发就删，知道吧？因为现实是就是这样的。你在贴吧，在知道里面，你分你怎么搞法。你比如说知道里面，当时百度知道是提个问题再回答，是不是？如果你提问题的时候，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的问的话，你比如说你这个提问，这个自问自答就是什么呀？你可不可以自己这个问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呀？换不同的 IP，换不同的账号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哎，自己演那么场戏是不是？那你在自己提问题的时候，OK，我提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提这么个问题哈，你说，哎，就比如说给咱传声播客，你说我想要学习，我就想知道传声播客的这个官网到底是哪个网站，你就提这么个问题哈。那你回答的时候啊，你说啊，其实传声播客的这个官网。然后他的电话先不写网址啊，他的电话、他的地址是这个，然后你可以去参考他的网址是这个。大家想这种情况过的几率是不是要大一些呀？你要上去直接发这种的啊，这个是官网，然后就特别广告那种的，上去就拽网址，然后就什么的话，那想一想百度这些审核人员他是什么的，干嘛的呀？什么吧主呀，然后知道呀，什么百科的审核人员他是干嘛的呀？他看到了，他指定给你删掉的是吧？这种过的几率就是蛮低的，所以说你在知道上这种去做这种问题回答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你就想办法让他认为什么呀？你没在这个发广告，是不是？哎，你想办法去弄，这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百度知道里他们是很有很多的这个链接的，而且回头的时候大家知道有很多的兼职人员在发这个外链的时候是给钱的，你们回头可能项目实战里面会让大家去做。啊，然后像二期班啊，三期班现在可能在进二期班的时候，他们景老师应该知道，然后在贴吧里啊或者什么做这种外链的时候是，当时大概是他们赚了多少钱是吧？应该是一两万，我记得不太清楚啊，就整体学员去发，然后咱们提供这种平台，然后这个什么呀，可以去，就是一条都几毛钱啊这种的，你发一条啊，一发一条，大家知道这种比较难发是不是啊？哎，不好弄，那可能这种钱可能就什么呀？高一点，一般的市场，比如像平常的可能，比如说咱们5毛哈，不是5毛党哈，5毛党8毛钱的话，如果在知道里，最起码得给人多少钱？1块钱、2块钱那种的哈，3块钱，它肯定是因为难度在那放着，特别大。百度文库这里面也跟大家说，百度文库确实它质量是蛮高的，因为百度现在就是它对文库里面的东西还是蛮重视的，质量也比较高。百度文库里面好容易弄，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如果大家有的同学把老师给大家发的笔记的时候，歘传上去了，然后里面。稍微改了一下，加上自己网上的一个连接。大家想想，这种文库里的东西，这种文件 PDF、Word，它蜘蛛能不能读取啊？是能看到的哈。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外链呀？是的，啊，是的哈。文库还是可以去搞一搞的哈。知道里面是分这个，你具体怎么问、怎么答。贴吧里面有过的，但是基本上你要去大家这种去发的话，情况下挫败感是很强的哈。首选肯定是百度自己的东西，但是不太好弄啊。那第二个热门的论坛，热门的论坛，天涯这块我跟大家就说过吧。天涯的网站，如果你去发一篇文章，
啊，然后它很快就会被搜录。如果你这里面底部挂一个自己的连接，啊，天涯一般你自己发生连接，它删的几率不是特别大的哈，可以去发，我也曾经发过。然后很快，其实大家如果在前期的时候，你网站不一直如果没有被百度这样的蜘蛛精搜录嘛，不是啊？其实你可以试一下，但是在天涯里不要发特别烂，夸夸夸好几天肯定是不行的，发个一篇，发个一篇一两篇就可以了，因为。百度上的蜘蛛，它天天跑天涯论坛那里去看这些东西，天天进行抓取搜录，是不是？读到咱们这些文章了，搜录了，OK，它顺着连接就到咱们的网站了。因为咱们在发文章的时候，然后你在底部的时候挂个链接。当然，这个文章你不能随便找一篇文章，最好是什么呀？这篇文章是很有新颖的一些东西。我一般就是把比较搞笑的、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往上一写，就是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哈，就像什么端什么这些东西往上一放，然后就附上我一个这个。连接，我记得我以前弄过什么呀？大家知道广场舞，就是大妈跳那广场舞，是不是很流行啊？网上有很搞笑的东西，我就往上放。然后紧接的时候，大概说一下这个，哎，互联网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去弄一篇这链接，我会发现它也很快的，很快。然后的话就是引蜘蛛过来嘛，在天眼上，建议大家可以去搞一下，就把你自己的网站前提一下，咱网站都已经做差不多了，这时候要吸引蜘蛛过来，对不对？让它抓取收录的时候，可以到天眼里去搞一两篇文章，然后的话带上咱们自己的连接。OK，可以借助它嘛？就借助这个平台，猫扑也是类似于这种平台的，还有什么西斯胡同等等这种论坛，这是大的论坛。那么具体的还可以找到专业的论坛。刚才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大家看那个就是网络部那个邮件是不是？然后要找的话要找，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专业下的论坛，大家去搜肯定是有的。啊，比如说你是教育的，教育这个 IT 培训，IT 培训肯定有相应一个论坛，到那里面去哎发这种。这个什么呀？软文的时候带上这个链接都有好处的哈。微博外链的时候，这里面给大家提到一点哈，就是咱们可以看一下传世的微博，大家一定要不要是有误会哈。比如说传世博客，有个微博我该说啥？这个是腾讯的微博是不是啊？啊，不是这个，咱看它这个，这是什么呀？新浪的微博吧。来，大家看一下哈，OK，大家看一下这块写个友情连接，然后咱点一下，比如说这个，OK，它是不是跳到了这个网站呀？它是友情连接吗？这种连接对咱们网站有好处吗？来猜猜一猜，又让大家去猜，有是不是哈？错了，这种连接大家曾看一下，哎，这不写着友情连接吗？然后我可以进行跳转，对不对？来，大家再注意一下，我点一下的过程之中。点一下上面之后，它这网址是什么呀？先是 t 点什么 cn 这个东西，然后再生发生了一个什么呀？跳转了这个传世博客游戏开发学院，是不是？告诉大家，那么你在微博里面去做这种连接的时候，这种连接，那么在咱们 SEO 来说的话，它不算是什么呀？有效的这种友情连接，为什么不算呢？大家知道微博这网站它的权重是非常高的吧？应该是，来，咱查一下，这场工具哈。来查一下这网站哈，综合查询，多少呀？99，很高的是不是？看看它，对不对？世界排名多少呀？15，排第一的是什么呀？什么百度啊？我说过，是啊，谷歌，是不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是谷歌哈，看到了大家又想乐了是不是啊？百度权重是二哈，OK 哈，曾经有一个你在百度里搜索 SB 排第一的是什么呀？是谷歌，然后在谷歌里排 SB，搜 SB 排第一的是什么呀？百度，傻逼嘛那个单词，其实这人说的这确实有这个目录你知道吗？啊。突然想起来了，OK，还是回到这个，咱们说这个外链，微博外链，大家不要误认为啊，这个外链它是对我们有一定的权重的这个加分哈。为什么这么说？记住一下，因为这种它发生了一定的什么呀，跳转，然后发生了一个 GS 一个调用，它其实上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个传递权重的一个作用。记住哈，记住。那么你自己在新浪微博里也是像学传播这么去搞，然后的话，那么对于咱们 SEO 来说，这个外链提升权重的一这个传。就比如说它89的，我怎么传是没有意义的，传不过来。但是大家想想，传世博客为什么这么去做呀？这是一个微博，现在相当于一个什么呀？它是相当于一个宣传的媒体吧，对不对啊？
那这个媒体的形象有很多人可能去关注啊，关注这块儿。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粉丝也是有的，对不对？虽然现在微博已经逐步被淘汰了，被我们微信所取代，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群体在用的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天津发生的时候，微博还是有很多新闻的，对不对？包括有没有中枪的，是不是？好吧，有一个机构应该是直接发布了这种谣言，被收拾了，然后被关了什么呀？就停一个星期啊之类的这样的哈，它毕竟是个媒体哈，就是这种。那么这块的话，比如说传真播客的一个微博，那这块的话，它有这么多人关注，可以直接是指向我官网的，这就是给我们官网带来一定的展示和流量的，这是有作用的。那么它的作用，大家记住就仅此而已，不要记住啊，不要说啊，老师这有性连接啊，有性连接对我有好处啊，可以去提升网站的一个权重啊，这就错了哈。告诉这种连接是什么呀？不能够给咱们 SEO 提升一个权重的哈，OK，讲到了这块儿哈。微博里面必须，如果里面的文章可不可以，就不它不发生跳转，哎，可以哈。新浪的话有这种博客，啊，有博客，大家知道后面和大家去讲，自己可以注册这种博客。博客的话，听过博客吧？玩过吧？以前还挺火的，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火了哈。博客的话可以写这种什么呀？博文，也就是咱们的软文。那么那写文章的时候，这个文章大家在咱们知梦里这个后台添加文章的时候，是不是加友情连接？是不是好容易加？是不是？哎，找到那个小望远镜似的，有一个东西，哎，就可以加上去了，是不是？那是可以加的。那你的这种博客的论坛里可以去加的哈。OK，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稍等啊，有点长。